台南新化庆安宫母圣殿伫咧殿头前有一幅汤圆三吉宜的石雕壁画。最近庙方另外就发现壁画顶面，无论是人物也是树木，拢被藏了真侪一块、五块、十块，也有五十块的金角角，而且是愈藏愈侪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民众藏金角角是为着要向关圣帝君来祈愿，因此庙方也顺从信徒的愿望，希望大家当心上事情，也意外正做祈愿树的景象。台南神华庆安宫母圣殿殿前有一幅多元三吉的石雕壁画，最近庙方人员伫两个月前发现壁画顶面竟然会来发光，因此靠近一看，原来是壁画顶面无论是人物也是树木，拢被藏了真侪一块、五块、十块、五十块银角啊，并且咱徛住的所在全部拢有银角啊，也意外成为许愿墙的景象。我们庙方也不晓得是在。过年以前的差不多一个半月，差不多快要到两个月呀、啊。啊，有一天，因为我们晚上有时候会在这边运动，稍微走一下，哎，怎么那个墙壁都会发亮，给他看。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么多，啊，就跟他看说，哎，怎么上面都是铜板呐、啊？然后就问我们里面那个，哎，后面这个庙工，就跟他讲说。啊，这个是谁放？他说他也不晓得啊，就是人家来放哈。因为这个情形，大部分我到大陆的一些庙宇去，我是有常常看到他们会在他们的石壁上，或者是他们庙宇的雕刻上会放这个。我当时还在想说，奇怪，是我们的台商在那边回来放着祈求的，看照他们的样式还是怎么样？那后来就是要过年以前，哎，怎么忽然越来越多啊？有真侪民众经由商团前来一探究竟，伫近距离看到石雕壁画，拢刻满了银角啊，并且也好奇，也摕着银角来许愿，希望会当如愿刻伫石壁顶面。不过无找到适当位置，是无容易一届就会当刻掉。伫经过一摆试探，甲走出也顺利来达成。你感觉怎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为什么？你怎么拄啊掉迄个啦？我就是找不到。我才要真难看出，真难看出。最多的就是那个那这几棵树木，哦，旁边有两棵桃树，还有这个那一棵松树，还有那个这个酒杯，就变成聚宝盆了。我最多是放那个，还有那个瓮，因为那个瓮的口虽然大，但是它要放的着力点比较少，所以那边放还是有限。啊，最多就是放在这个酒杯里面。陈华庆安宫表示，这幅多元三吉宜石雕壁画是伫2003年庙宇整修以后兴建，过去无被人藏着因家来下完祈福。是最近看到壁画有时来闪光，大家一看才发现壁画顶面有银角啊，而且愈藏愈侪，因此发现原来是民众藏银角啊，是为了要向关帝圣君许愿，因此庙方也顺从信徒的愿望，希望大家当心想事成。记者萧建伟，彰化区采访报道。